先从这个位置开始调查吧，水质不是很好，今天用的钓组是木印钓组，线是 1.5 号线，然后咬签木印，大人咬签。我换了一个场景，这个场景之前下大雨来过，之前的田园已经废弃掉，好痛。这落差很大哦。开玩笑的。照这个水流来看，要走那一边。要去。恐怖的鬼针草。过去，哈哈，好多颗肉粽，我选一颗来钓。最终这款轻多了，
较喜欢跑。一个 KO， 头大大的。
今日最大的哦，大阿布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伍佰啊。今天在这个东头公路的这个上面这边坐钓，本来想说这边很深，结果来到这边水浅的要死，那不到一尺哎，大概一尺多而已，顶多一尺多了，岸边一尺多，那边超浅，所以千万不要被骗了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